沙灘大釋放，曹詩詩。書展一向都是女星們出寫真的必爭之地，擁有32D 豐滿上圍的曹詩詩今年也推出個人的寫真集 Sexy on the Beach。 寫真集就以沙灘作為題材，為了這本寫真集，詩詩一共去了10個香港必去的靚靚沙灘取景，靚人靚景全奉上，而詩詩就只有一個要求，就是要拍得靚和健康。这个写真的主题呢就是 Sexy on the Beach， 即是在我们揀了10个香港很漂亮的沙滩来拍，全部都是欧多亚来的，就没有室内景的，全部都是外景，全部都是沙滩。那这10个沙滩里面呢，我成日自己都会去的，那我最喜欢就是石澳啦、浪茄啦和大浪湾，那都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漂亮沙滩。那其实自己本身都好中意去晒太阳啊，去游水嘅，所以咧个摄影师一揾我，有冇兴趣今年出写真啊？跟住我就问佢，咦，咁有咩主题啊？跟住佢就话，我哋会影介绍，即系会介绍十个香港好靓嘅沙滩。跟住我听到 OK 喎，因为我自己都系成日好中意晒啊、游水啊、去沙滩玩嘅，所以听到呢个主题就即刻应承咗咯。同埋自己又好中意 bikini 啊，咁样，所以都好开心可以影到今次呢本写真咯。最重要是靚咯，最重要拍出嚟是靚，同埋成件事很健康，個意識是很好的，其實我都冇乜底線嘅，即係今次都有伴我咯，所以係啊，即係我想以後大家即等到以後老咗睇翻啲相，咦，原來我後生都影過啲咁靚嘅相，我真係留念咯，作為一個紀念咯。